玩家将化身为福建莆田少林僧人，偶然窥见葵花宝典残片，在走火入魔中损毁菩提院梁柱，电塌致数名四僧遇难，从此怀抱石柱浪迹江湖。少林弟子以禅入武，习武修禅，将普渡杖法化为石柱攻击，施展起来有雷霆万钧、笑岔风云、天摇地动之势。少林武学擅长近身搏斗，擒拿手法出神入化，可单手将空中的敌人抓住扔到地上，再用石柱抽飞，招式强劲威猛。少林武学静时稳如泰山，动时气势磅礴，破敌招式武丁开山，连续猛砸挡地的敌人，仿佛要将敌人砸入阿鼻地狱一般。少林武学迅猛刚烈，一招风卷残云可浸破重敌，而此招式会随着少林旋转次数的增加而增加伤害，让敌人毫无还手之力。